Let's make this the first Chinese version, right? I will just put the subtitles at the bottom. Sidney, is that your car? No lah, my wife selling Mazda car. Oh, your wife sells Mazda cars. Yeah, yes. Let me adjust you on the on this table that I've set up. What's your profession? Because I see on the GoodWhale Community, your profile you put under health care and also in finance. So I'm just wondering,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m the salesperson. Our company is doing customized automation. Oh. We supply the equipment to the medical line. Do you focus in certain areas, like maybe the heart? We're doing the assembly, tester, the packaging to our client. We are a machine maker. So basically, you are in the healthcare line that deals with machines that does automation products for your clients, right? Yes, yes. So your role is sales. Right. It's commerce based, right? No, basic. Oh, it's basic. I thought like usually for sales, it's like there's a bit of comms inside your package. Yeah. Because I transfer from the design engineer to the sales. So our company don't pay any commission. Oh, so it's an internal transfer. Yes. What got you to change from design to becoming a sales? Is it better for you to speak in Chinese? Yeah, yes. Let's make this the first Chinese version, right? I will just put the subtitles at the bottom. 这样的话应该讲话会比较自在。 我可能会 mix with 一点英文。为什么你会想要从那个 design 转去做 sales? 因为 design 听起来也不就是不会很 intense 的感觉。 Design 因为大多数是因为那个 technology，然后科技来讲是日夜每次有更新，然后你的工作量会比较多，然后你就需要用脑。 用脑比较多，然后做事是要你要跟你的客户的关系要好，打好关系。所以你们有几个大客户是 stick to 对，我们就 serve 那几个 service 大客户罢了啊，我们不能太serve太多客户。而且走大的也比较容易啦，因为大的就可以 cover 很多那个收入嘛，然后你的也不用 manage 太多人。 对，所以你在这个行业多久了？ 10多年了。 10多年，你10多年是加上你在那个 design 的那个部分啊？加在 design 的部分就有差不多20年。哇，你现在贵庚？我48。你说你一出来社会就差不多就在这间公司了？没有，一出来社会就是做这样的工。 哦，48。你跳了这么多间，那个原因是因为你不喜欢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提高收入，不是跳了很多间，4间这样子吧。4间，不算多啊。4间，4间对你来说是多还是少？对我来讲是少了，因为你最近你看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新闻讲，过里面有跳槽来讲，我们的薪水是亏损的，没有它的起薪比较少了。 Okay, 因为你们那个膨胀的那个膨胀率不能比过你的那个 increment 啊，所以跳是唯一的一个方法。所以当你跳从这个 design 跳去 sales 的时候，你的薪水有加很多吗？啊，没有加，maintain一样，只是加了 benefit 咯，因为你做些你需要出去见客户，你每天需要出。 出去，然后公司就不会一两个，你有孩子吗？有两个，我猜一下应该是10多岁是吗？对。哦，哇，猜得准，几岁？19。还有另外一个是16啊。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投资跟那个理财才发现越来越重要，你不可以不要不理它？其实一路来我对理财。 都有觉得是重要，但是投资这个股票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就是趁这个 MCO 就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投资。有两个比较大的孩子了，那你对，从小是怎样教他们说要理财的？
生钱存钱就是讲，我每个月有固定给他们，的零用钱，教他们自己去理财。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你讲说，我的零用钱用完了？星星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快，他们就用完了，慢慢他们就会control 他们的开销啦。说现在他们有对。开始存，就现在只是放在银行了，还是你有慢慢给他们接触到哦，投资有什么什么有哪几种，然后可以投资哪一种东西这样？新年的红包钱就有帮他们投资一些信托基金这样子了。哦，OK，你去学投资股票、期权这些，right？还有你自己是一个 mutual fund 的这个 agent 吗？在这个不同的 investment tools，right？你觉得哪一个对一个平民百姓会比较好？For mutual fund 它就比较 stable，它就不会大起大落，它会好像我们 ETF 这样子咯，它不会大起大落咯。然后我们投资股票呢，它就会大起大落。因为我曾买过股票，赚了200%、300%没有卖，现在跌了回，也是亏了，也是亏哈，差所不以你在这多。个经验方面就学到说来，如果有一倍还是2倍的那个利润，就要开始 cash out 了，对吗？对，是要不可以整 exactly。天 hold 了。你自己还有投股吗？还是你全部都是 ETF 跟，不是 ETF，你全部都是做 mutual fund 跟做你的 option？对啊，我有买股啊，有投股啊。然后你每个月存的那个钱，你是放去 more towards 那个美股那边呢、是吗？没有，还是你没是有。放在你的 mutual fund 那边？现在是月光族，每个月没有存钱了。就是多少英就是多少澳了，对，真的吗？真的，马来西亚就是很多就是月光族。因为你在讲的是加上你老婆的收入了。没有，这个是我个人，我老婆收入是她的。哦，你们没有一个 family expenses 这样，没有。家里的东西都是你在付啦，是吧？你的孩子现在有还跟你拿零用钱吗？有啊。哦，你应该叫他们自己去做工，这 包包不够用用，我跟妈妈拿也是可以哦。哇，对，跟真妈的，妈拿了。哇，这样的话听起来其实也是蛮多的嘞，对吗？但你有没有想过要出来还是去别的地方做工还是什么？有点你也太迟了。你会觉得说你的开销这些东西是算比较，better than average 的那种吗？还是说是来普普通通，吃个两菜一肉那种 normal lifestyle 这样，普通的 lifestyle 这样子咯。就偶尔出去吃好一点，然后平常是家里煮还是什么啦？对呀，你有像请全女民佣是吗？法宝，没有了。没有，哦，因为你老婆做工嘛，连你也做工，你是想要几时才还是几岁才退休？想是55岁了，55岁就是做7年呢。啊，对呀，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了。OK，为什么要55岁嘞？以前55岁就可以退休了，为什么现在需要60岁呢？哦，你们那边是60岁啦。对，60岁。OK 啦，我们这边65嘞。哇，可能到我老的时候，可能67、68啊，谁知道？OK，maybe。生命的大业还是这样子，就可能就是基讲本起的。码55岁，就是有那些passive income 来 recover 现在的 active income 这样子那个，那你55岁退休之后你要做什么？再多几年来才想，因为现在我孩子读 college 嘛，需要很多的钱等他毕业了，我们的开销比较少，就是去年以那个我妈哈，我就 draw 一笔钱去了。哦，你有去那个 AGM before 查理芒格走哦？你是自己去啊，还是你跟你有老婆去？没有，我自己去。你去了那个 AGM 之后有什么感言吗？因为我们现在去那边，我 jet lag 了哦，一听到他的讲，就要睡着，你哦，就就，要站起来，走走哦，动动，啊，这样子，然后尤其是他去，们两个老人讲话的时候就讲话比较好像催眠。失真，去到那边，你就会
感受到多老人家穿了普普通通，他们都是晒好的，就是讲你不会看得出他们都是有钱人这样子。net worth 有，可是他们就没有显示出来了。对对对嗯，对。诶，讲到这点哦，因为你孩子就是算是 Gen Z 的人了嘛，对吗？算是了。嗯哼。他们现在对于这种物质上的享受，是不是比较狂这种东西？对对对，是哦，真的是哦。好像朋友有，他都想要这样子。哇，就会比来比去了。嗯哼，对，这个是从几岁就开始？就是还是 after form five 咯，去偏了向 college 那些啊，就 college 大家就开始不用穿校服之后啦，大家就开始有比较多对钱的控制啊，可以。我像我也要慢慢洗我孩子的脑呀。刚才才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文章，他是讲现在的年轻人就是 Gen Z 啦，就他们 soft savings，他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宁愿现在享受。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有多凄惨，还是 uncertain 嘛，所以有什么就先花什么。以前的人是比较注重在哦，给未来用，给孙子用，给孩子用，就是给后面的人用。现在的年轻人是哦，我前面快点用，快点用。你是属于在哪一边的？中间中间，现在享受一点，然后以后存多一点，对或对以后也对，是。每一年有存到钱就是。是年底，就是拿去旅行啊，拿一个 10%、20% 去 travel 这样子。因为你啊，就before 我们 end off 啊，可能就是最后几个想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当你有第一胎的时候，你的感触是什么？你有陪产的吗？哦，有，我在旁边哦，OK，push，你有进吗？有，嗯，为什么要就问是这你问我第一胎的时候吗？就是讲个呢？你进去啊，他生出来第一胎的时候，你就很感动这样子。哦，你的孩子有没有来激发你说要赚更多钱啊，来给他更好的生活还是什么？因为那个是我的感触啦。他们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在 KL 上班哦，所以你啊，是他小的就时候是你讲，就没有那个跟他陪伴的。对对对，有几年哦，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就要陪伴他们长，一下子他们很快就大了啦。他是几岁的时候你才你就不在就嗯，去做工了，出差了。小学哦，小啊，学小了时哦，候他他不，好，哦，小时候，没有小到来还 baby 的时候呢，所以你觉得你那4年，出差，你会后悔吗？还是不会啦，因为你 upstation 公司有多补你钱嘛，你就有多一点。那时候是你老婆还是全职妈妈，是吗？对对对，就是有几年待在 KL，就是感觉到不能啦。因为没有看着小孩子长大，我就辞职就换工。对你来说。跟小孩的时光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年轻就，做很多 OD，嗯，就是就是 overtime 做到很迟，每天做到10点，就是讲你没有看到你的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哦，你放工他已经睡觉了，然后星期六上班，只是一个星期陪那么一天，礼拜天。那时候这样子。你的孩子会不会有一点距离啊？因为很少看到你，看会到很，你他就很高兴了。你的心应该是软掉了那时候。嗯，对。当有第二胎的时候，那个感触应该是没有这么多了对。呗。我听到很多父母是说来，第一胎说哇很宝贝啊，要好好照顾啊。你看我儿子刚拿一个玩具给我，比 第一个就抱到这样很疼啊，第二个就啊随便拿随便拿就就，是这样吗？我是不会的。这次这个聊天，我没有做过 closing in Chinese，要给我一点，给我一点时间。就觉得说，这次有这个机会跟 Sidney 你一起了解一下你的人生的这个过程，还有从讲到你孩子到你理财跟投资，还有自己是一个 mutual fund 的一个agent，right？说、so, 真的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还有更了解你多一点。哇！我现在发现，其实做一个华语的访谈不简单。Really thankful for Sidney for sharing so much about himself from his career all the way to his personal life, where he has 2 kids and also how he started his investing journey.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oday's KYC. My name is Joshua, and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Okay, bye-bye.